不想辩驳什么，聚焦你的颜色已经被众人所决定了。你在挣扎什么？早已难于被折，反而事实上和谣言不谋而合。不想掩饰什么，虚荣像打碎了，也只是被旁人独占的。越汹涌的关心越是苛刻，用针锋把面具彻底缝合。风把面具彻底缝合，众望所归，你与风
算我分不清的错，就算我道不说因果，依旧抗拒着空位背后藏的冷漠。就算我从不说难过，就算我再不想脆弱，依旧渴望着雨水中的去接捕捉。就算我流浪是沉默，就算我一定不可得，依旧坚定着本性不必标签剥夺。人们口中是口，最后就只能算作这里艰苦和脱离了想象的我会
算我人为痴缠不如就算我一律不可逃逸就监狱这本性魔鬼标签剥夺圆满口中虚构最多就只能算作揣摩无法取代我
DJ 48是瓜是花看看八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不要拥挤并对号入座，严禁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物危险物品、刀具、金属器械、易碎品等危险物品入场内，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入场，严禁携带灯牌、纸板等超过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严禁携带任何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的设备入场，如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设施，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相互谩骂、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等过激行为，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手机、钱包等，演出结束后请您听从工作人员引导，由第一排至战区依次退场，退场前请不要起身离座，演出中请粉丝朋友们全程佩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措施，特殊时期请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谢谢大家的配合。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我是 BJ48 的张晨一。张晨一，
想下全都余话别出现，先要穿后收纹，回答所有疑问，推推新的门，不许你设不准。 We belong together，谁随意拼的极限，这一次颠覆一切。
才找借口废话。疯狂，快递，此时此刻，无限风，带腾腾，重逢，先尘不退后，挑战自我分流。
大家好，我们是 BJ48。 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试瓜试花看看吧特殊情人节公演。然后我们欣赏了终极任务 Sweet Trap 48区终极任务号角，大家看得开心吗？开心。然后今天我们 MC 的主题是觉得全团里边最瓜和最花的成员分别是，然后有请我们的夏夏先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的周香，现在来看我们试花试花看看吧的特殊公演。一趴之后改变了我这个想法，我觉得或许我也可以吃个瓜，就是奶瓜也是瓜。对，我觉得两个都可以吧，我就认为是我自己吧，你觉得呢唐成威？你刚刚看到我笑了，傻瓜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傻瓜也是瓜嘛。好，行，就这样，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的唐成威，欢迎大家在周六的晚上收看我们的试瓜试花看看吧特殊公演，谢谢。谢谢，你们太给面子了。谢谢。然后我觉得全团最花的其实是周香，我觉得周香跟七七两个人不相上下，就是我跟他还是不一样的，他是儿童，我是成人。谁说的？你们两个不要这么，你过来，真的不相上下好吗？你过来，快点，宝宝。我们两个人身高就不一样。有没有一种可能？来吧，周香，说吧，垫了几层？我就垫了大概67吧，67厘米。你好意思说？那当瓜不高一点，怎么显得像瓜呢？你不也垫了？对，你没垫吗？我没有垫，我告诉你。你脱一下。我脱了是没有垫，你俩可以一起脱吗？我脱了是没有垫，你可以把你的增高鞋垫给我吗？那不行，我只拿你说。然后我觉得最花的就是周香跟七七吧。然后今天看着他们出来，其实我也觉得挺花的。虽然我也没有很大资格说吧，但我觉得我比他们俩强一点。我不好说。我也不好说。我觉得就是大哥不要说二哥。看了看你的美甲。对，看了看你的美甲。你见过哪个男人做美甲的？你是什么？你不就刚刚卸了而已。我没有做过美甲，我不做美甲的。哦。你看你做美甲。失策了，没想到输在了美甲上。然后下一个吧，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的李思浩，欢迎大家在周六的晚上来收看我们试瓜试花看看吧的特殊公演，谢谢大家。谢谢。然后我们今天的 MC 话题是谁最瓜谁最花。其实我第一次刚来的时候，我觉得是我们最花的是我们 Vivi 前辈，因为烦死了，我是因为他就是我刚一进来的我就哇好漂亮呀啊，那这确实是你怎么否认了？对，然后就是这样。那我也觉得最瓜的是你。好，谢谢夸奖。我也这么觉得。你看我今天也垫了。我不服。我今天垫可多。我没有垫都比你高，垃圾。我以后垫3.5厘米。你知道吗？主要是3.5很高吗？
而且主要是你知道，刚才我看他这个衬衫，我就很不顺眼了。你好心机啊！不是，那个、丝绸的就很骚气，你知道吗？啊？啊？不知道为什么，就在一众白衬衫上。丝绸啊。但你看的没有他那么反光，我这个有花纹。他还有花纹，你知道吗？就那种心机 girl。我刚想说心机 boy 了，我这个啊，我这个就是第一天穿的时候就已经被他们吐槽过了，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好，谢谢大家。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 BJ Forte 的黄慈六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男装共演现场，谢谢。耶！小情人，小情人，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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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谢谢，好，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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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瓜最花的，其实我本来我觉得。我们最瓜的是李思奥，但是我今天看到了真真，看到了真真，我看到了真真，我看到了陈曼玲，我觉得已经，哦，我承认他确实很帅，他真的很帅，帅爆了，真的很帅爆了，他，而且他花的时候也特别花，特别吊，然后他瓜的时候特别帅，对，他现在这个反应都很瓜，对你也是。不要说我也是，你们两个小学男生加在一起，真的。王彦希，你过来。为什么不要处刑他啊？就是非要伤害琪琪。我们老师说六六七七像那个海尔兄弟。真的叫海尔兄弟。还没长大。哎，你们俩，但你们俩之间很那个正太，你知道吗？对，很正太，就是那种卡牌游戏里面的很正太的。舒克贝塔。舒克贝塔。好吧，你就走开吧。反正我觉得麦芽是最帅，也是最好看。那这花呢？也是他呀！哦哦哦，你好爱他，就这么爱吗？就这么爱吗？毕竟他是我的小猫咪。啊！我俩跳过那个 Unit。后面太。啊啊啊！什么鬼？啊！吓我一跳。啊这。好吧，我们下一个吧。哈喽大家好，我是 BJ48 郭晓莹，然后很高兴大家能够来看我们吃瓜吃花看看吧的特殊公演，特殊公演，谢谢大家。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然后我们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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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泡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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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瓜不是瓜，寸瓜不是瓜，卧龙你只能是0.5不小妖，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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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今天是说就是全团，但是全团我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了解北八的。然后我记得最花的应该是魏魏前辈，因为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前辈 UNIT， 然后就看到了魏魏前辈跳那个爱心条形码。今天有没有觉得我很瓜？今天是少年感，够了。你怎么说谁都说少年感，因为少年感万能啊！你夸谁呀你？夸谁？他向我告状。谁呀？他。我呀。我听不见。然后我觉得瓜的话，我觉得我今天的妆容还是挺瓜的吧，然后就是夸一下我今天的妆容好，然后朱红荣，快。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的朱红荣。欢迎大家在周六的晚上看我们是花是瓜看看吧的公演。耶！春来花谢了，春风几
谢谢谢谢，虽然我不想承认我不是凤雏，他自己卧龙。我们最佳拍档，我是卧龙，你就是凤雏。铁锅炖猪，但是我们不能是卧龙凤雏。回来就改名字，就叫卧龙凤雏。好，我就不。谢谢，谢谢谢谢。然后，我觉得最瓜的人难道不是我吗？你看我就是不管从今天的妆容还是身高，你看我的身高。啊小学生，你把你的芭蕾脚给我放下，生活说你省省吧，真的。小学生。然后，但你今天真的很可爱，就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像那个日漫里哪一个？我是小学生，小学生恶霸。他真的很可爱，是幼儿园恶霸。收保护费10块钱。不，你像那个被校园霸凌的那种。我难道不是霸凌别人的那种？就是那种他那个人，对，你可以和六六七七站一块满足一下我的心愿。哎，你们三个站一起给我看一看，快点，快！你们三个站一起给我看一看。黄一慈，你像要欺负别人一样。哇塞，朱光荣竟然是最高的哎！我是最高的呀，光荣是。我作为一个瓜，我当然最高的。确定吗？我都比你高。矮瓜也是瓜嘛，对吧？就是、傻瓜也是瓜嘛。傻瓜，算了。好，那我们有请下一组小伙伴吧。耶！我是每天都在努力不凡的蜜月王一希，感谢大家今天来看 BEJ48 的特殊公演。耶！团里最瓜的，哎呀，他下去了。啊！你想说最瓜的是我们张志杰前辈，在哪儿？在那儿。哎，下去了。下了张志杰呢？就在他前一秒，他刚才下去了。就是我刚进北吧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前辈们彩排的时候，然后张志杰前辈跳舞特别帅，然后和李思道当时就在这样，嘿嘿，前辈。哎呦，好帅！你好不对劲啊！你可以再对他表演一次吗？来了。他要对你表演一个那个，快来站着，前辈。他来站着，前辈。什么情况？好帅呀、啊，前辈！来，摆个 pose， 摆个 pose， 帅气的 pose。来，你是不是对我没有意思了？你知道吗？就自从你 homie 太做这个动作之后，我对你失去了兴趣。你以前对我有过兴趣啊？没有。不是，就是你跟金罗赛那个，你做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嗯。那来吧，我不看你，你随便。嗯。他真的。哎呀，就是张姐前辈真的很帅，我们当时看他跳 I'm Crying 的时候真的特别帅，就是帅到我要哭的那种。后来就再也看不到我跳 I'm Crying。 啊？没。真正前辈你觉得呢？谁最帅？这里面结束了，你的 MC 就结束了。你告诉我，让他好尴尬呀。谁最花呢？你让他好尴尬。最花，我觉得我们团最花是小燕前辈。你可以不要说话吗？谢谢。我自己关的，没有，对，我觉得是我。什么啊？我自我认为一下，因为他头发最长。哦，对，因为我头发留的比较长。我头发最长。现在也是我头发最长。我头发最长。你不是不想说话吗？今天王丹妮刚才跟我说今天一切不好的话都放在我身上吧。那珍珍呢？就结束了，好吧。这是王彦希的 MC。哦，王彦希说完了吗？完了，谢谢大家。等一下，重复一下，你觉得最高是谁？你好，你好 nag 呀！能不能他
他说的时候，你边穿着西装做那个动作。对，你能哎，求你了，你让我再看一次吧，真的，求求你了，我帮你拿麦克风。你看没看过？看着他，你真的你看着他。我曾经想象过这个动作，就是有一个人在墙上，然后你做这个动作，我真的。哎，去快去快去，快点去，快点去，前辈，我准备好了，快点来，前辈。我觉得全团最帅的是我们。姐加油呀！我真的很想看，快点，我们真的很想看。前辈，拿出你之前的标准。来吧，我准备好了。拿出你的水准。表情，表情。他也准备好了。表情。Tell me about you, girl. Tell me about you, loving me with the all the night. 想要将你宠坏。好了，王彦希，你还能说出那句话吗？王彦希，再说一遍。再说一遍。王丹妮在干嘛？我晒干了沉默。之前是这样做的。哎，你不要对我产生欲望。不是不是，不要对我失望啊。嗯。啊，我就开始 free 怎么说呀？好尴尬呀。啊。米娜可怕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的陈真，感谢大家来观看我们星期六晚上的试花试花试瓜试花看看吧的情人节特殊公演，谢谢。耶！这个我确实没想到，这个节日还要祝福我。真，你棒子都没亮，谢谢。老公，排呀。真真真，今天是植树节，我好想栽在你手里。好尬呀，谢谢谢谢。真真真，谢谢。真真真，谢谢。真真真。谢谢。真真，谢谢谢谢。真真，今天你是大帅哥。原先我只是喜欢美女，但是今天我也喜欢帅哥了，老公。你是那个，谢谢。哪个？你是那个，我不好说。哪个啊？就是那个。我不能说，还没扣工资的。然后，在那个 MC 开始之前，我有一个声助要说 ，ID 为阿里967，你在吗？我在口袋房间找了你很久，你根本就不出现，我也不知道你是谁。然后，首先很感谢你点我的声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周的生日公演，然后你入坑了我，然后还来点了我的声助。总之呢，现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也希望。没有了解到你的我，还有没有了解到我的你，可以接下来继续了解。希望你可以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生日快乐！祝你天天开心哦！耶！在这个 MC 开始之前，你那个穿着棒球服，你把衣服给我脱了，你给我撞衣服了！救命！他真的给我撞衣服了！从握手会开始，我就一直看他这个衣服跟我下面的衣服一模一样。你要尊重一下他的 unit。他不是我粉丝，他不是你给我脱掉。你没有资格批评他。不行，你给我脱掉。在他跳 unit， 你让他脱掉。这个一空间只有我一个人帅就可以了。一会儿让他把衣服借你。就是他在他跳 unit 的时候给脱掉就行了。真的是一模一样，气死我了。我真的很无语。然后呢，我们 MC 话题是。北八啊，是全团还是北八？就北八吧，就北八嘛，都行，都全团说不完呀。对呀、啊，太多了。就最瓜的，其实我觉得，谁的？你谁呀、啊？你们谁呀、啊？最瓜的，我真的觉得是麦芽，因为真的很帅，今天真的很帅，今天就是那种日系，就我今天就是在后台被夸的，已经就是有点天花乱坠，天花乱坠，还有点丝曼女的感觉。他现在真的很一行一动都开始就是像男一样，就开始装起来了。而且就他以前拿话筒这样，现在是，哎，真的，就今天只要看到任曼玲的人说任曼玲你好帅，任曼玲就会，对。然后许久的事不要对，就一直在就劲儿劲儿的，你知道吗？就劲儿劲儿的。然后最花的，其实
我个人认为是小燕啦。我？那还用个人认为吗？啊，你刚才在说话吗？不，是我。我可以。刚才是你发出的声音吗？是我。那我真的是小燕。我是最乖的吧？不行。我真的觉得是我们小燕，因为我缠小燕身子好久了。哎，等一下，我要撬李慧的墙角。你为什么在这沾沾自喜？我要撬李慧的墙角。今天大家权益空间都要站成于落叶，谢谢。我不同意。我同意。会眸一笑的。什么？他不同意，那我也不同意好了。凭什么？没有，因为我今天我很奇怪，有一个粉丝还是我粉丝，他过来送了我一张李慧的声写。祝你们幸福。我说为什么不送我的声写？他说让我看。甜。我就祝你们幸福，真的。挺好的，挺好，很好看，比我照的好看。啊，我也没有。反正有那回没这回，我懂了。真无语。他说什么？什么？他说什么？异空间还有带会的人吗？异空间还有带会的人。好，我们 MC 就这样了，谢谢大家。雪是大浪漫，你是小阴间，大家好，我是 BG48 的韩雪，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是花是瓜看看吧，谢谢大家。耶、yeah. yeah.就是可以夸我一下吗？谢谢。当然是我们真正哎，对，我也觉得，我真正前辈第一。然后第二是谁？第二任曼丽前辈。你就不是真心实意，倒也不必对比。然后我也觉得，我还觉得那个张晨毅前辈也很帅。有没有觉得他今天的造型非常像真发，而且特别像俄罗斯帅气？我觉得像。哎，等一下，哎，等一下，这个不行说呀。等一下，没有没有，我觉得更像法国贵族。有一点那个俄罗斯买菜大姨，有点贵族风范。对对对，今天法国贵族。思兰姐每在后台已经攻击了我10000次，她说我像俄罗斯大婶。没有，我今天给她准备了一个就是半截的眼镜，很妖艳的，我让她戴。真的、那个眼镜真的很帅，她就死活不戴。很斯文败类。对。觉得戴完不像大姨了吗？你不戴，真的很好看。主要是。兰姐那句俄罗斯大婶一直在我的心里会你回头看看他没有很好看你回头看看他我说我再戴上那眼镜我感觉我可能更没有没有你们知道吗这个假发本来是我的然后戴上之后那个姐姐一直说我像法官然后就让我摘下来了然后一戴上就是一个、我知道我是被敲锤的对然后这个头套很抢手的我也想要我真的很无语孙小燕只有张艺杰伤心的世界达成但是你戴上像那个老 K就是扑克牌上面那个老 K 就我老呗就我最老呗人家都是什么俄罗斯帅哥什么大婶什么大婶然后我觉得最花的是我们的薇薇前辈对然后就是一开始就觉得薇薇的前辈很花然后呢今天戴上假发不负众望的他还是没有帅起来但是就是什么少年气啊我们郭的那个少年感啊好谢谢大家耶哟哈喽大家好我是现在就让我离开这里我真的好无语啊我不想演了我被无语的了我本来都不想往这儿站你这样我就更想还能这样的吗你可以再来再表演一遍吗再来一个，我再来一个。Yo， 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张文慧，感谢大家来看我们是瓜是花看看吧的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 yeah. ！雄虎脚扑朔，雌虎眼迷离，双虎傍地走，暗冷变我是雄雌。张文慧，白色情人节特殊公演，加油！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哎，谢
谢谢。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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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谢谢谢谢谢谢。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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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谢谢。等一下，我本来今天还给起了一个，我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名，但是这个艺名吧，我觉得还是不要说了，我怕帅到大家。我是帅到我了，没帅到。然后那个说什么？就因为我其实这样，因为我也是就是众所周知啊，也不是众所周知吧，就是我之前其实也是一个蛮古早的粉丝，然后那会儿就是说到男装，其实他因为一开始我说的全团，我以为是包括各个分团的，就是各个。然后我那会儿第一印象最深的是，很早年间 N2 公演的时候，陆婷前辈的那个男装一直深入我心，久久不能散去。就是他戴了一个那种，大的那种帽檐，然后戴了一个眼镜，特别特别帅。然后呢，当时就是之前看的时候，还有补档的时候，每每都能被惊叹到。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心里头男装的 number one 是他。然后至于最花的。小燕，不至于吧？还有别的吗？哎呀！是你，看在你这么拼的份上，我好努力啊！哎，一会儿，哎，这块地都干净了啊！感谢你们一空间地板做出的贡献。所有人都说一遍，我全划一遍。可以，那今天最花的就是小燕吧，好吧？谢谢大家，耶！一日之计在于晨 ，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的张晨一。耶！斜风细雨破春寒，天一剑，剑一难。张晨一，今天你真好看。谢谢。丁艳艳。谢谢。张晨一。谢谢，谢谢。哇，好恶毒啊！恶毒了，好恶毒啊、哎、好像呀，我好想看你吐舌头呀，出去。三二一，谢谢。谢谢。我以为是哪只鸟在叫，什么意思啊？然后我觉得我先说最花的吧，我觉得孙小燕，因为刚才她说的特别配合。哎，我们真正来先表演完。孙小燕，你什么意思？你小心假发套掉。太卷了！你们两个并列第一。我来。什么并列第一？凭什么？那还给他吧。我不稀罕。这样吧，你俩现在露出来，让我看看谁腿毛更多一点，我来评判一下。他腿毛多一点。你放。怎么能这样说前辈呢？我好委屈啊！可以把 MC 还给张晨一吗？然后我本来觉得那个最花是日漫里的，但现在我觉得他应该是最瓜的。但是日漫里现在太抢手了，我估计就是他太帅了。我晨一样人他在你们心中是吧？你就不觉得我很帅吗？我就兰姐老说我是俄罗斯大婶，跟那个就是爱因斯坦，就是你们两个人在我心里已经被拉黑了。主要是本来今天我还信心满满的，觉得我今天一定就是帅杀全场，但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信？真的，我觉得我今天男生还可以，对吧？你比起爱因斯坦也差不多了。我觉得比起你假发的精彩，你那段 rap 更精彩。不是，我跟你讲，我跟爱因斯坦的距离还差10个王若诗兰呢，所以早着呢。来来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下一位阿哲。耶、yeah, yeah. ！爱因斯坦不要走！不要走！闭麦！不要走！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的任曼玲，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北八男装特殊公演，耶！啊，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哦，谢谢谢谢。然后谢谢大家了，然后大家也白色情人节快乐。然后那个我先说瓜的吧，我觉得如果我不说的话，这个人可能今天没有不会被 Q 到。我觉得王丹妮也挺瓜的。我受不了了，请不要 Q 我，我真的受不了了。没有没有，他本来今天有一个发带的，就是带上那个会好很多，但是现在也没有带。对对 对，其实挺帅的。真的帅的，我已经自信起来好吗？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帅，我照着镜子甚至都开始摆起动作来，我照着镜子看我就笑，所有人进来都哇他是谁呀？不是，因为我戴上太丑了，我需要。然后他小人说了一句话，他看了一眼我，他说看到了我，他开心了一些。没有，哎，你对你应该学张姐。看我没有勇气，我都没有勇气戴假发。你是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我买那个假发是寸头，你们知道吗？他那个假发到这儿，他那个都没有了。比我这个长吧？你的其实只是发色出了一点问题而已，我那个是根本就不是人戴的。哎，你回去拿那个就是软件，然后把颜色 P 一 P， 然后他们的眼睛也 P 一 P。对，然后花的话，我真觉得孙小燕是最花的今天，因为就是。他不管怎么样他都至少我觉得就是微微至少还有一点点男孩子气，他是真的就是女的，因为他这个假发也很长，就是那种淑女。我特意买的狼尾还不难吗？你这是狼尾吗？你这都快在这打尾巴狼了。烦死了。你这个就是长头女吗？也没有，就是我觉得你就算短头发应该也还是帅，还是女孩子的、还是漂亮女孩子。对，因为我就是女一点，没关系，挺好的，因为我更喜比起就是这样子，我更喜欢这样。难为你了，今天。嗯，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神采奕奕，不可思议。大家好，我是 BJ48 的王思奕，欢迎大家在周六的晚上来观看我们，是瓜是花看看吧的白色情人节特殊公演。耶、谢谢，耶！谢谢，谢谢。谢谢。然后今天话题是觉得全场谁最瓜，谁最花，最瓜。其实今天真的震惊到我了，没有。其实，哎，就是因为其实你今天也挺好的。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大家每个人在做嘛，然后都互相看看对方，然后大家你也今天被夸的挺多。因为我主要本来就长得像我爸爸。你就是该说不说，就是你长得像一个男团成员。真的吗？嗯。借前辈吉言。今天挺帅的。真的前辈就是很日系那种日杂风。特别是如果最后一趴的时候应该更加能明显一点、然后最花的真的就是小燕前辈，特别是之前单身碰到冤的时候，我天哪、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大家说我花我很开心，但是今天说我花我突然有一点没那么开心了，我好像真的不满意。说明你把张仁杰那个短头发戴上去。对，你把他那个头发戴上。我把他那个头戴上，我今天就没有脸再见面向观众朋友们了。他那个太短了，简直就是寸头，我这辈子没剪过这么短的头发。我觉得还好，你戴一下我这个。嗯，你的。我戴了他的，我今天就是离开这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七七前辈说吧。耶、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的黄轩之，欢迎大家来看是花是瓜不是吧，
吃瓜吃吃瓜吃瓜看看八的公演，然后大家今天可以叫我七七小帅哥，谢谢。哇哦！第一个是祝在现场的那边别玩手机了，那个北方的内过想你的龙年，祝你生日快乐，然后谢谢你点我生祝，然后希望你就是就谢谢你对我一直来的支持，然后希望你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对，然后希望你可以天天开心，然后对，今天是七七小帅哥给你祝福，希望你跟我一样帅，对，谢谢。Wow. Yeah. 然后第二个声祝是屏幕前的米高猫大 ，Hello， 你好呀。然后虽然你在外地没法来到现场听这个声祝，然后呢，希望你有一天也可以到现场来听，就是我说声祝。然后也谢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然后也希望你的工作可以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然后少 emo， 然后就是也是越来越帅，像我一样帅，对，像我今天一样帅。然后希望你可以天天开心、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谢谢。耶、yeah! ！MC 话题，最花的小燕，你可以先开始滑吗？我在夸你。什么？现在都开始滑了吗？小燕今天为了当花真的很努力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你是最花的。好，然后最瓜的，其实我一开始觉得是你。哎，你不觉得是你自己吗？哎，我已经太瓜了，就今天不用说了，就是。我一开始觉得是你，但是我今天看到任曼玲，就是你从我心里的那个位置已经让了下去，现在已经任曼玲。今天我假发买的比较好，就是超级小帅哥，就是你也是超级小帅哥，比我帅那么一点，对，我称第二，你就称第一。好，好你比六六帅。好。我太伤心了。对啊，我 MC 就这样，谢谢。耶！哇哦！哇！我看你手都上来了啊！情人节、桃花节，谁能不爱张二姐？大家好，我是 BJ Forte 张二姐 TT， 感谢大家来看我们是花是瓜不是是，爱咋咋吧，谢谢大家。耶、yeah. ！谢谢，谢谢，哎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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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杰，我修影城的煎饼果子好吃吗？还行吧，谢谢。没听见。张志杰，抱抱。哎，谢谢。张志杰，我也想喝黄油啤酒。谢谢，没有。张志杰，谢谢。张志杰，谢谢。是志杰也是直杰，每天都在学习哄庆姐。张志杰今天交作业了吗？没有。那个，我有两个声助要说。第一个推不动了 ，Hello， 哎，不该回我一下，没有没有，开玩笑 ，Hello， 不要那样，像天线宝宝，Hello， 那个推不动了，你好，然后很开心，就在你很近的日子嘛，就是正好你要你已经过完生日了，然后希望你在奔三的这一年里，我也在奔三，没关系。我希望你在奔三这一年里能学业顺利、事业顺利，然后挣大钱，然后买大房、开大车，钱最重要。然后，
不对，开开心心最重要。然后希望你越来越能推动，然后多吃点，对，养好自己，做好防护。情人节快乐，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耶！啊，还有一个生日，不想做一只烤鸭，你在屏幕前哈。英国的网还好吗？Hello， 你好，我是张志杰。然后那个，我知道你不想做一只烤鸭，因为你想做北京烤鸭。如果不想做烤鸭的话，就赶快从英国回来吧。但是你得完成学业，所以希望你早日能完成你的学业，然后顺顺利利的毕业，快点回来，然后开开心心，不要总哭啦。多吃点钱最健康最重要，然后也要开心，然后也祝你挣大钱，生日快乐，谢谢。耶、MC 话题全团最最瓜是吧？对对，还有最花最瓜。其实我想说啊，说这个 MC 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今天大家都是从下午握手会结束之后就开始戴假发了，王思怡从握手会的时候就戴了，对吧？对。然后大家都很那个，就是希望自己这场公演能演好，然后每个人都好好就弄了好几顶，我买了三顶，没有一顶合适的。然后但是确实是曼琳太好看了。你们再说我真的不好意思了，本来我今天想装一装的，但是你们说的我已经开始不好意思了。曼琳现在范儿已经变了，你们知道吗？对，今天跳舞的时候特别帅。曼琳说你再说下去这假发要办永久。曼琳花妈现在破防中。然后对对，然后那个谁七七就很我也被别人取代了啊。没有没有，你一直都不刮在我心里。就是一直都是蛮少年气息的孩子，因为他本来就是孩子嘛。那天我俩一块去买衣服，然后那个店员那个姐姐跟我说哎呀那个来买衣服啊，我说嗯，然后跟七七说你跟你姐姐来的呀。哎，他说姐姐其实挺好的，对，没有什么问题，跟你妈妈来的就不合适了吧。过分了。然后那个他就问我说哎你上大学，对，我现在上大学呢。然后他就说那他不可能上大学吧。然后我说没有，对，我俩他说啊那就是关系好呗。我说对，我就现在领他出去就像领个孩子一样，所以你在我心里是个孩子，是一个好人。不会说话可以不说，真的。没有不会讲话啊。哎，要不我教你招吧。什么？你今天拍一个帅气的自拍，然后你发给延庆前辈，你跟他说，你说妹妹缺衣吗？你这跟老刘教的有啥区别？老刘教我的是女人，你问他女人你想要什么，然后蒋淑婷教我让我把他拉黑。你跟他们俩是一伙的呀。但是你这个是询问他就是缺衣吗？你就是有点那种欲擒故纵，知道吧？你都跟谁学的，黄轩琪？不是，真的，我不允许你听这些东西，知道吗？我才刚刚说出来时，我说真的好油啊，跟谁学的？不能这样，七七，这样子你是没有的。你不听我算了，反正那你就一直这样吧。这个，我这个一筹莫展的张志杰，对，然后还没说完呢，就算爱很努力。他那个假发特别油，你们知道吗？拿来的时候，然后他为了显得不油，他让姐姐一根一根的夹的，然后就把它夹干了。现在怎么又油了呢？那肯定是我流汗又油了。你的汗能冒过你的假发头套？我刚才涂那个假发，就是假发这流水，我救命！不过真的挺好看的。但是油起来会不会太亮了呀？有点，你现在有点曝光。我不想这么曝光，这个假发是我们这里边最贵的假发，结果看起来是质量最差的假发。但是很好看，因为你长得好看，行吧？你要是把这个对我说的话跟延庆说，你也不至于这样。哎呀，行。然后那个丹妮也是，丹妮也很难，你知道吗？但不是，她其实很努力的在弄50，她每一根头发都是姐姐帮她加翘的，她很努力。然后就是这个颜色选错了而已。没有，其实这颜色真的很好看，只是我头太大了，她套不上去。我给你着吧，那你就先别说你头了，就是发色的问题，好吧？好的。然后她真的很努力，然后她一直戴着也会很痛，大家都戴假发很痛。对，而且很热，对，很多倍。对对对，然后大家都很不容易，就我们。我说完了吧，咱们这一组人。你这俩呢？我说了，我不是，我说我都说完了吧？啊，都说了什么呀？都说了吧，都夸了哈。
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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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好人，谢谢大家。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的孙小燕，感谢大家来看我们是瓜是花看看吧的公演，谢谢大家。耶！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的四分之三，你是我的肺，你是我的胃，我体重是你的两倍。孙小燕，好久不见。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哎，谢谢。孙小燕。哎，谢谢，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嗯。啊，哎，谢谢，谢谢。哎，谢谢。哎，谢谢。哎，谢谢，谢谢。孙小燕。香。张文慧粉丝吧，哎，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哎，谢谢。哦，但是我其实蛮感动的，大家刚才有人叫我老公，哎，他叫我老公，哎，今天一天都没有人说我帅了，我老公。救命！我就是。老公，你满意吗？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好了好了，过把嘴瘾就够了，过把嘴瘾够。我知道今天其实就是没那么帅气，因为我这个头发本来就是它是那种。作为女孩子是帅的。啊，对，我今天走的这个路线就是女孩子的帅气，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也是女孩子的帅气，但我因为我这个比较长嘛，其实我跟你的假发本来跟我是同款。对，我们俩本来是同款，你们看像吗？他把那个剪了吧。对，然后七七把那个狼尾剪了，然后我就把它扎起来了，然后就感觉不太像了。然后今天要说的话，其实我当时在后台我就跟说，我跟任曼玲说，我说你今天不要上台，你不要上台，因为今天真的很好看。但是呢，其实我要夸一下，就是六六七七今天是有惊到我了，就他们俩真的很可爱的那种小正太的感觉，就很喜欢。然后还有那个王思义，因为我刚开始做头发的时候。然后我那个头发就刚戴上没有打理的时候，姐姐们在后台笑了一下午，他们说我像流浪汉，真的很像。然后他们就跟我说王思义有多帅多帅，然后我说那有多帅，能帅到我吗？然后我一看，哎，还真不错，就感觉今天大家就每一个人的装扮其实也都挺好看的，是吧，王丹妮？然后呢，花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吧，那就是说华贵好几次了就不说了吧。然后今天就是希望大家今天这场特殊公演能够看得开心，然后就这样，谢谢大家。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的王若诗兰，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是瓜是花看看吧的公演，谢谢。耶！赛道，王若诗兰。谢谢。然后呢？今天。王若诗兰。蓝，谢谢。王若诗兰，谢谢。小兰姐姐，谢谢。兰兰老公，哎呦，谢谢。因为我自己就是脸比较圆嘛，然后买的这个假发，当时买的时候，我觉得假发应该是统一尺寸的吧，为啥我就戴不上去呢？然后我就那死命的，他们都说我头大，然后扣不上去，说我买假发的时候为什么不看没有前辈你头发多，嗯，你可能是头发多，你藏的多，我们知道吗？姐姐跟我来了一句，你自己不看看你自己头围是多少，你买这么短的假发。然后他就跟我想着人家的那个图片特别帅，人家那个炸裂也特别帅，然后我今天这不是把刘海硬顿了顿，我头那个刘海在这儿呢，然后姐姐说我是哈尔滨来的那个卖酒的，然后分分钟有人。今天笑了我一天，我们今天彩排的时候我在台上，我们那个老师站在那儿直接那个是谁，那个是谁在那走什么呢，我一下子我就不开心了，那个是谁，那个人，对，因为你这个发色就很难让人认出来，其实我当时也没认出来你。我当时我在后台做头发的时候，除了王思义做了之后，我是第二个做嘛，我坐那儿之后，我做完之后进来一个人，这是谁呀，进来一个人，这是谁呀，没有，我刚回来啊，姐姐们刚来的时候，哎，这谁呀、啊？然后我说话，人家说你是帅的，然后他们也不评价我，只是这是谁呀、啊？然后很惊讶的就笑。然后张志杰今天一看我就笑，一看我就笑，所有人一看我就笑。我知道我，哎呀，我有的吗？没有没有，其实还是帅的，现在是帅的，因为你这会儿你跳舞把头跳乱了，
乱了帅，因为凌乱美。对。对，刚做完造型的时候真的很帅。你别笑好吗？你就别笑。我们是微笑。真的，真的帅的，还不错的。那我今天觉得最瓜的，算了，像那啥一样，我像啥了？任曼玲都很期待了一下。你期待了吗？你期待了吗？啊、好吧，今天最帅的是任曼玲，好吧，最帅的是任曼玲。好的。然后花的话，那就。你不期待一下吗？我也期待一下吧。你划个贵吗？哦，我今天好遭罪啊，为了当这个最花之人。你还满意吗？我挺满意的，那就是最瓜的就是人脉里最好的就是孙小燕，谢谢。耶、yeah! yeah! ！请大家欣赏我们的 unit 吧，谢谢大家。耶、yeah! yeah! ！燕燕老公不要走。
会让你的攻击都没有用。其实你心里并不是去参加羞涩活动，苦涩的荣耀看就算被别人视为荒谬，心里左右就站着你的节奏。你只感觉我当下依然还期待在百分之百加倍还给你。
就在等。
需要带事实的假面，任性的百变，被表情哄骗，戳破谎言，做个陷阱实验。上差最标准的笑脸，眼角再淡了一点，妆无辜才楚楚可怜，沦落敷衍太明显，时刻需要戴绅士的假面，任性的百变，被表情哄骗，戳破谎言，做个陷阱实验。离愁不悔改，总是前方。
You're now listening to Seven Senses track. You ready? 说 Friday 待早，其实时间上个刚好。趁夜晚没到，趁太阳还没落跑。整顿的烦恼，此刻把它统统丢掉。就尽情舞蹈，现在快乐最重要。Drop into party like me, seven o'clock 属于我们的约定。也许对视瞬间已经发抖。Every day I wanna try, how can I touch the sky? Call me baby, 你的世界 shall we go? Let's go. Hey DJ, turn it up, shake it up, baby, party hard, be rocking this party. People rocking me, baby. Now play the music up, shake it up, baby, party hard, be rocking this party. People rocking me, baby.沉迷，以为这样最开心。坐甲乙丙丁，不如就做自己。将气氛推到底，音乐不停，耶、yeah ！跟着我的节奏一起跳，心跳随着鼓点跳动，像声雄一笑。感觉周围仿佛乱了套，讨厌的人和事都 let it go。哦，音乐稍微 stop， 暂时断电，千万不要害怕，千万把压力放下，别回家。眼中关枪，时间如手中沙，轻轻的狂欢，快乐本该就无价。Hey DJ, turn it up, shake it up, baby, party hard, we're rocking this party, keep on rocking me, baby. Now play the music up, shake it up, baby, party hard, we're rocking this party, keep on rocking me, baby.
精彩的乐队的曲，喜欢吗？喜欢。然后呢，这次的 MCR 我们是要玩一个小游戏，就是什么呢？张博文什么呢？掰手腕。然后是车轮战的掰手腕，就是赢了的人就会一直在这里，然后输了的人就会一波一波换，然后看谁是这个掰手腕的一个游戏王。是的，也就是说如果那个人足够强的话，他可以一个人打赢一个队的话，那这个队直接胜利，就不用其他人出战了。我要最后一个。不是，我们要先分组呀。你在想没有、啊、黑白配。哦，黑白配吗？要先分为两组。那就这样吧，就这样刚刚好吧，别分了，浪费时间。这样吧，我们一三五七一组，二四六八一组，好吧，就按现在的站位，一个隔一个，一个隔一个组。三，不行，我和陈真真不能在一起。我也觉得，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力气。不行，不能跟他在一起。那就分，就这样吧，就你们这四个嘛，我们这四个嘛，别浪费时间了，你先吧。张慧先吧，我愿意了，因为我真的很弱，就是咱们我也很弱，我突然没有力，我们要一个开门红，你们谁行？我们俩先比吧，我们俩力气都很小，那我们俩先来吧，先丢人，你先吧。这哎，不是你们不是一组的吗？我们要输啊！我感觉别人我们不行，你跟他比。我才发现怎么是我们这一组啊？我们俩开始吧，要不然我们俩都很弱。我让王一熙，我派王一熙给你出局。我刚才在后台跟他掰了一下，跟我不相上下。来嘛来嘛，不要嘛来嘛，快去嘛来嘛，不想我不想上，好丢人。我不来，因为我太弱了，你看得很强的样子，我害怕。我真的很弱，来吧，来来，这样我们田忌赛马，来吧田忌赛马，来来吧。你给我发誓，你很弱，我真的超弱。来，你用我的友谊发誓，我们的友谊发誓。快来快来来来，把麦拿一下，别摔掉。真的弱吗？哎，放狠话吗？放狠话有没有放狠话环节？一人一句，一人一句。让让咪咪吗？让让咪吗？不要这样子，穿男装。快来来来，三二一，咋脚还在使劲儿的呢？我感觉王思佳没有说话的用力出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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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彦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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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思怡！王思怡！这么焦灼，好焦灼，这好焦灼！别笑，别笑！十九站。别笑别笑别笑，你不要听他的鬼话，他一会儿把你掰动。如果没有平局，最后三十秒没有，一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好，平局吧，切点壳吧。怎么办？要不拆天壳吧，真的，拆天壳选出来一个赢家吧，不车轮战吗？不，好，王咪哦，哎呀，然后接下来的人要继续以王不继续车轮战，车轮战，车轮战，你去吧，我相信你，行吧，你先吧，我没力气，我想跟黄轩齐掰，说实话，啊，我试，你试吧，让我来吧，来吧，没关系，没关系，要不换一个让他休息一下，刚刚。你就想跟我掰，我就想跟你陈真真，你快过来吧，我就想跟你掰。一对一吧，一对一吧。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北八最弱的，没有力气。不，还有黄轩齐，我该掰动他。我刚刚掰不过陈真真。来吧，一人一句放狠话环节。就这样吧，想想，我觉得我们俩也差不多。不，我是一，我要赢。我才是一。来吧，三、二、一，开始。哇，怎么都这么焦灼？陈真真，陈真真，陈真真，这有这么弱吗？我们这次这么弱吗？我们这么弱的吗？我真的已经努力了，并不是因为我想故意输给他。你好拉呀！是，七七更弱是吗？是的。哎，说实话，反正还是张博慧赢，随便来一个吧。决出个胜负。我觉得他们四个都比我们强。你知道吗？我捏完你之后，现在手是软的。哎，我这边手都抬不起来，说实话，真的。我手在抖。来吧，牙牙，牙牙试。美牙，你要加油！我没有力，我大臂没有力。哎，不是一对一吗？为什么又是我？我以前掰手腕只赢过张润，我只赢过杨毅。这么车轮战的吗？来吧，来吧。哎，但是你手好细哦，我感觉有机会。来吧，三二一。
知道周深有多弱了吗？知道了。我真的抖音就是有点无语了。来下一个吧，下一个吧，来吧，韩雪吧。我上次有体会到麦芽前辈的力气。你上吧，真的。张文慧是压轴，但是我真的手臂没有肌肉。张文慧力气太大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有窍诀吧，可能有那个。那可以左手吗？左手，我左撇子。哦，真正的主角都是左撇子。来吧，来，对吧？来，三二一，开始。开始，演呀！有比我还弱？我以前没觉得自己这么强，说实话。我还坚持了三秒钟。我前面比一轮，我不行，他好弱，他连三秒都没有。对啊，来吧。这个是北八最弱之战，你俩可要争口气啊，为自己。哎，真哎，还有黄轩琪呢，真的，黄轩琪到现在都没有参与过。我看戏。加油！三二一，开始。韩雪不至于吧？你连周香都掰不过吗？这可是周香呀！这可是周香哎！这可是周香呀！我觉得你，觉得你发动了精神攻击。你真的好拉呀，周香！哎，我想看你跟黄轩琪掰，说实话。早知道就不自取其辱了。哎，我也好奇你跟黄轩琪。我真的，黄轩琪太弱了。如果你黄轩琪都赢不了的话，那你真的有点那个了。北八最弱了。那你就是北八最弱了。但我真觉得黄轩琪有可能赢你。对。试试看。我好想看这个场景，轩琪，这可是周香呀！加油！对不起前辈，对不起。我要背着来，因为我就觉得丢人，万一输了。你就、啊、你们稍微让观众看到一丢丢好，来啊，准备三二一，黄轩琪，这可是周香呀！加油加油，七七加油，周香加油加油，加油哪边？周香，他们俩的手都在抖哎！你们俩队友为什么要互相？你俩现在手都在抖，争夺最菜之战是吗？你俩像是在时间焦灼了，也焦灼，在干嘛？哎，你们俩脸都红了耶，真的好，他们俩是真的认真在掰的，说实话。轩琪不要笑，轩琪，轩琪笑容易没力气。周香也不要笑。就三十秒啊，三十、二十九、二十八、二十七、二十六、二十五、二十四、二十三、二十二、二十一、二十、十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啊！轩琪，我们是不相上下的。轩琪，你好温柔，我哭死。没有，你不要谦让，我感觉你谦让了我，我感觉我更弱了。没事，虽然你很弱，但是我给你垫底吧。啊！哇，好暖啊！爱了爱了，我就想要笑。帅哥，你看看你任满玲，看看你真真。我又没给你掰。啥呀？我又。刚还是没掰，还有，哎，张梦慧，因为我最近刚张梦慧就跟任曼玲吧，你们两个人争最强的吧，强者之间的，哎，前面手太，对，主要我最近我们四个肌肉都不太好，有比肌肉，我四个真的肌肉不太好，因为上一次任曼玲前面抱我稳如泰山，我在上面真的一动都不动，我知道他力气很大，但是我真的手臂没有肌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了，不要谦虚了，开始吧。好吧。好可怕呀！来。三二一，开始！哇！哎，真的！哎，你再放，别等一下，我真的，等一下，别，你不要放水哦！真的，来，三二一！哇！你知道吗？张梦慧是那种你两个手都掰过他一个手的人。对，全身两个手掰。我两个手掰过他一个手。好，很厉害，很厉害。好了。那就最终赢家，最终赢家就是张梦慧。好，就让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节目吧。耶！
哎，看，新来的。哦，那是新生吗？有一点拽。哦，我们要不要搞搞他？嗯。天哪，上课时间到了，要快走。喂，你踩到我的鞋了，限量款，给他道歉。喂，你有没有搞错？你绊倒了我哎！我真的无语。哎，你那个什么大妈，你说一下他好吗？喂，你真的很吵哎，你真的吵到我的眼睛哎，吵到你神经病！我要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受不了。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没事，我帮你剪吧。你人好好呀。哎，怎么，你是要跟他再一波吗？当然不是啦。这就对啦。神经病。大家好，我叫慕容云替。这所学校所有的女生都很喜欢我，除了一个人，她叫蒜菜，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她是我第一个没有追到的女生。我叫西满，我来这个所男校是为了一个人，沉默是我的性格。大家好，我叫端木一，今年18岁，我在这个学校也有一个喜欢的人。大家好，我叫蒜菜，我是女扮男装来到这所男校的，我有一个喜欢的人，可是这个学校的每一个人都好奇怪呀。哎，我先去学习了啊。好。哎，其实他也蛮可怜的嘛，要不我们帮上他吧。哎，你是哪波的？我只是觉得他可怜，帮上他呀。哎，你刚骂完人家你就帮他，你到底哪波的？我感觉你最近这样子很久了，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是你看我不顺眼吧？那我们打架好了。好啊，打就打呀。什么架呀，你们俩干脆去舞蹈房打算了。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不好好上课啊，知不知道现在上课时间点，都给我罚站去。反正也有你了。好倒霉呀。哎，我说新来的，问问题想问你，你到底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啊？你不知道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要叫喂吗？你难道不知道要问一下我的名字吗？你叫什么？我叫蒜菜。蒜菜？这个名字很耳熟。我们有个朋友也叫蒜菜。我发现你不仅跟他名字一样，你跟他长得也好像。你说长相话，我发现你眉毛上面6寸，从左边数第3根的汗毛和他一样粗，难道你是？你是女的？你是女生？这么明显吗？对啊，你这么娘。我，你来这所学校到底什么目的？我来这所学校是因为我喜欢西曼才来的。可是。我也是女的，我来这所学校是为了依依哥哥。
可是我也是你的，我来这个学校是为了我们 TT 哥哥。可是我也是女的，证明我是因为上菜才来这个学校的。可是你们都是TT 不是呀，西门不是啦，赵文一也不是，那我是，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我是女生，爱哭的女生，我是女生，你不懂女生。Ladies and gentlemen， 想必你们一定很期待一空间男团吧？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现在有请我们一号男嘉宾唐大伟为大家带来自我介绍。一分钟，我要这个女人的全部资料。女人，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真是疯了才会让你这样见她。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呢？你听好了，以后只有我一个人有资格让你流泪。现在有请我们二号选手李天骄为大家带来他的交友宣言。嘿，丫头，我承认我被你的欲擒故纵的小把戏吸引到了，来，行，如你所愿，这是哥的微信，加哥的微信，微信转账300块，送你回我的新房。哇，非常的精彩！现在有请我们三号选手黄元帅，染最深的发，留最深的疤，只为寻找对的他。让我们有请第四位男嘉宾王大帅。这 night 太深，就像我爱你太真，女孩，我想你一定愿意嫁给我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号男嘉宾。黄总，黄总，等一下，你们这些表演简直弱爆了，就是为了衬托哥的魅力。上音乐，
信仰到来。不要迷恋歌，歌只是个传说。哇，现在有请五号男嘉宾周天霸。今天我吃了一个饼，但里面没有老婆。老婆在吗？在。好的，老婆乖。我想大家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了，请你们记住，我们的名字是不要迷恋歌，歌只是个传说。拜拜。说欣赏了一系列非常好看的节目啊，然后呢，我们今天的 MC 是对刚才就是特殊环节的节目进行一下点评。那么大家有什么想对刚才的节目点评的吗？我们 MC 的话题是点评。对对，是点评我们刚才的节目。点评啊，其实我透过那个帘子啊，我因为我在那个帘子，我不是要扮演酸菜吗？啊，你们不要叫啊，扮演酸菜嘛。然后我在那个缝那儿看他们打那个汪太医，还挺齐的。那个，因为他们那个是他们那个新航路的特殊节目，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你们有对，就比如说刚上一组什么老婆，你在哪？我对那个王丹妮的那个，不，王若诗男。哦，对对，王若诗男。我因为我们彩排的时候看过一遍了嘛，然后王若诗男的那个，我觉得他很适合这种节目，救命！我当时看他们那个朴信男他们那组彩排。啊，对，你们不知道他们叫他们名字就叫朴信男。对啊，他的名字就叫这个呀。然后他们那组就是彩排完了以后，当时我特别想就是在口袋里发，我说这一场男装公演北八的大家都疯了。他们彩排完了以后，唐春薇跟那个李骚两个人特别有默契，就是唐春薇让我第一次见到了他这一面。他跟我给你们就是模仿一下，他跟李骚，就是假如你是李骚，我是李骚，两个人这样， 我太像李骚了，天哪。然后两个人这样握着手，这样握着手，然后呢，然后这样就这样，救命！我觉得他们彩排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投入，蛮放的。但是刚才我没看，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对，那个还有我们，对新人组也挺棒的，对吧？哦，昨天李思奥进我房门，哟丫头，要我微信吗？进门练了半个小时，在我们房间里面。在练气泡音，我感觉了。对，在我们房间练了半个小时，后来练跪了，练跪了。他在那给我非要展示一下他优美的。来了，想听一下。李思昂，你能再展示一下昨天你在我宿舍展示那个优美的跳跃旋转跳跃吗？我刚一上来就让我展示，展示一下。好厉害，非常厉害。你们不知道这个梗吗？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就他自己把昨天自己跳抽筋了，然后跳跪下了，在地上跪了有15分钟，在那里嚎，哎，嚎很疼。怎么沉默了？就是，怎么就没人想点评一下？他们上一组是掰手腕，为什么到我们这组就点评别人了？就是啊，就是我刚才还摔得有点缓不过来劲儿呢，有点疼，救命！就都真的纯碰瓷，我跟你讲，都没碰你。我也是，我脚还没伸出来他就碰倒了。那我怕你们真的就是我真的是绊倒了，还不如自己摔呢，可能没那么疼。不是，
我们这个 MC 好无聊啊。我也觉得。为什么给我们组分这个呀？为什么？那我们要不然也掰手腕掰一下？不行，因为这是男人之间的对决，我就退出吧。因为你们都是刚掰过了啊，你也掰过了。啊，他们都掰手，那我们这样吧，不如你们俩，我们拿架吧，我们拿两个椅子夹大腿吧，看谁厉害。不行，你不行是吗？我啥都不行。你不行，那我们就试试吧。怎么样？我去拿。蒜菜下去了。蒜菜下去了。蒜菜下去坑我们。我们站得紧一点嘛，不要给他留位置。这个人，贴贴，你不要跟我贴贴啊。怎么样？那个问一下后辈们，就第一次来男装公，不，第一次上男装公演，心情怎么样？我感觉你们心情都比我们好。我刚刚低头拿东西，一抬头这个镜子自己吓我自己一跳，我感觉就是有点不认识自己了，对，有点陌生。很好看啊，你们都很好看。OK, 哎，我那个做发型的姐姐说，边做发型边这么帅，怎么办？怎么办？可别剪这个发型啊！救命！他很喜欢这个发型。芒果女孩啥的可不兴这样跳。跳爱心，跳爱心。来吧，哎，你们知道这怎么玩吗？知道，我知道，我看别的那个。那要不要给大家示范一下呀？来，我跟谁呢？来一个最瘦的。来一个最瘦的，有，你海水吗？是，行，来吧。哦，我们不如玩那个吧。什么？你姐有，我姐没有。哦，哎，可以，那就坐着玩吧。因为这种力量型的我不行。那个我也可能不行。可以，来呀，来一个人，随便来。我家有谁呢？雪你可以当场认姐，你随便选个姐。哦，就都可以。加油呀，前辈！啊，谢谢你，前辈加油！怎么加油呀？你看我上来就变。我姐一哥哥吧。一哥哥。嗯。那我来谁呢？我来小燕。好。哎，不行，我选一个新人组吧，好吧？啊，可以。这样，你选一个。我选你们谁想当我姐？想当你姐，你要当我姐，来，过来，来，我们那个开始吧，你先开始，你期数小，你先开始，啊，你期数大，小，我姐会击掌俯卧撑，哇，这是玩儿哇。我姐，等一下，五个指头吧，折一根吧。好，你姐会击掌俯卧撑，好哇。我姐缺半颗门牙。一，我姐有颗牙是补的，算吗？那我的腰，我的同行牙都是。那你们得折一根手指，哎。我想到了一个，我姐是今天全场唯一一个白毛。哦，你快去染一个，我折。折。我姐衬衣是丝绸的，贵族的。我姐有两套西装，今天。你没有丝绸，先折一根。该你了。我姐1.7米。等一下，这个游戏是这么玩吗？我咋记得是那个啊，行啊，就这样玩吧，我们创规则。你身高1.7米，来，点一下。我想想。你点一下脚就行了，你想啥？你看，1.7米了。我穿着增高鞋垫。对他穿着增高鞋垫。你这不算，你刚没有说净身高。打平了，该我了。我姐。我，你有啥？快跟我说。我有啥呢？我姐，近视眼是什么？近视眼。哦。啊，好像是。我姐，你先想，但是我容我说一句，姐，你这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呀、啊！就是想都是，一会儿。我姐手破了。是吗？快，现场。你自己现在抠一个，我来，我手上有疤，哎，腿上，啊，我腿上也有疤，
你们都挺狠呢。我姐该我说了啊，你说。我姐会倒立侧手翻。我说了吧，我姐把我往自己往死路上逼吧，别让我再倒立了。哎，别别，她不倒立，我见过，我见过。好，我折完了。想吧。哎呀，累死我了。我姐，嘿。李四浩，可谢谢你。对不起啊。没事，我本来也不白。我姐。我也黑，咱俩一块黑，对黑。我姐会爬树。我也会。你姐不黑，你先折一根。我折，我姐会爬树。来吧。你会爬树吗？我会啊。她会爬树。现场来比个。现场没有树。来个整数。那不算，打平了。快快快，一会儿那个观众，快快快，一会儿观众睡着了。我姐，你快想一个。不是跟他说了，跟他说了。现在多三根是吧？再来一局啊，再来最后一轮啊。累死我了，我姐，什么？你还有什么？你有腹肌吗？有没有你就先说呗。我姐有腹肌，我姐也有，我也有，我姐有八块。你让我看看，不能看。你让我看看，那我也有16块。你这个看了就没了。那我也有。好，打平了，下一轮。救命！打平了，没有惩罚。那行吧，下一个，直接就派出有谁？快来！来，快来，快来！谁来？你俩谁？你俩谁？好，选个姐。选个姐，一定要场上的姐是吧？怎么场上不够你挑的？我选任曼玲。我选朱红荣。可以来，朱红荣，你小心一点，今天穿的我衣服。来吧。好，我先说啊，我姐今天全场最帅。我有甲沟炎。你有什么炎？我也可以倒立侧翻。哦，等一下。你姐有甲沟炎，这个我折一根。我姐可以倒立侧手翻。我姐我有疝气。你姐不是有点大病？那不是你吗？那不是你。疝气，这我都看不下去了。这我合适，来，我给你出个名字，来吧。你姐这个我也干不过，你姐这个都太猛了。我姐还有啥？你还有啥呀？除了美丽，我一无是处。我都不好，我说不出口。我姐，你有没有什么就夜盲症啥的？只有夜盲症。我有500度远视的弱视。我姐阑尾炎。你姐不是那么好？郭小阳，咱能说点你姐的好吗？哎，我手都快折断了，全是你姐。给孩子冻的。我姐，你们折几根了？我们折三个呢，你姐病太多了。你们呢？你们姐差不多。我姐还有什么？1米65。我姐1米65，她多高？2米8。两米八。我跟你讲，身高这个垫垫鞋垫都能上去。你姐从姐。从姐，我姐还有啥？我姐今天项链上写了一个188。这不是188啊，这不是188吗？这是88 rising。我姐，你姐干嘛？我姐她158，你能找她不能抵。我真救命！哎，等一下，我姐戴牙套。我姐有美甲。你没有美甲吗？你是女人吗？不是，我刚那个太伤了，都好多次。那我也没有美甲，你等一下吧，别说了，我们败了。你看看你有啥？你姐还有病吗？什么？你姐还有病吗？我挺想知道的。有病，来我说。我想听什么病？来我说。救命啊！我真的是，我败给她了。我姐真的是，我姐还是很完美的一个女人，我不忍心说你。结束了。结束。不是，我们都好那个。看不住那个。对，我们好正直啊。我们都好没有闪光点啊！你要看这个，我们好普通啊。对，但是我除了他还有姐吗？哎，就是
那这场那现场谁有生柱？那没有也是一个一种解释吗？有有一个生柱要说，就是种 ID 是种树的五六，然后是我们的小王努力出道，然后就是祝你生日快乐呀，虽然好像不是你的生日，然后就是希望你就是今年的话可以不用七点起床去上班，然后打牌的话不要输那么惨了，然后等一下我还说，哎，慢慢说，不着急。我想啊，就是疫情嘛，虽然你没有机会就是来一空间听这个声柱，但是希望就是真的到你的生日的时候，你可以来这里就是听我的声柱呀。然后谢谢。耶、yeah! ！还有人有声柱吗？有啊，我有一个那个 ID 叫奈奈，在吧？嗯，微信的握手会还在呀、啊。哦哦，我看到了。然后就是。这是第一个女孩子点我的生柱，所以就是还是印象挺深的。然后你是最近才了解到我的，然后希望你可以以后也多多的了解我，然后希望你能够天天开心，天天快乐，然后从早上开心到晚上进被窝，然后咱就是说一整个开心柱，好吧？祝你生日快乐，谢谢。Yeah! 还有人有吗？还有两个生柱。好，然后一个叫 ID 是钟情鱼的生柱，然后我知道是你，然后我知道你刚在这儿点完蝈蝈的生柱，然后你有点我的生柱，然后其实我也有很多反图是你拍的嘛，然后真的很辛苦，但是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但是真的有点却觉得很，先祝你生日快乐吧，然后其他的也写在贺卡里了，谢谢。Yeah! 然后还有一个 ID 名为黎饶 Q 的一个 ID， 然后你今天没有来，然后我们的算了，就是其实也写在贺卡里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能见面，但是也希望以后能够快点见面吧，然后等到这个疫情好起来，希望你搞的爱豆越来越火，然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开开心心的能够度过每一天，生日快乐，谢谢。耶！还有人有生日吗？没有啦，没有，那我们就看一下下组 MC 吧，希望大家开心啊！哎，拜拜。耶！
Thank you.
感谢大家今天来看观看我们是瓜是花看看吧特殊情人节公演，耶！然后接下来下一周还有我们六六，然后还有微微，然后还有我依依，然后还有我们兰姐，还有好多好多人的生日公演，然后也欢迎大家过来观看。然后下周还有最佳拍档，耶！请大家多多支持，对，请大家多多支持。然后请大家就是，请大家根据工作人员指示依次与我们退场，对，目送。好，谢谢大家。